不喝了，不喝了。娘，要不您下山吧？您到下河那儿住几天？我不去。可是再这么下去，你的身子会撑不住的。我自己的身子，我知道，没事儿。娘，不用说了。在杨家虽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，可也知道做人要争口气。我要是下了山，就代表我们杨家服软了。寨子里的人会怎么说？你这个家还怎么当？说到底，您还是为了我。傻孩子，娘现在能做的也就这些。下河那儿，你要是想帮也帮不上了。娘，您放心，夏荷迟早有一天会明白的。我这儿呢，您也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好好的把咱的寨子撑下去，让大家过上好日子。娘放心。再放，我海定愿当此国难之时，不敢偏安一隅，愿为抗战杀敌至马前卒，恳请师座批准。报告，师部回命。去给我拿酒来。是。你吓死我了！大晚上你不睡觉，在这儿干嘛呀？我就看出你不对劲了，你干嘛去？哦，我下去转转。说实话，我真出去转转。我想下山弄粮食去。现在到处都被国军封了，你上哪儿弄粮食去？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。以前我跟天放哥逃走的时候，走过一截断崖。从断崖上来就是咱们寨的后山，我白天已经去看过了，那儿没有国军的看守。你要下山找冉掌柜？我知道，从断崖运粮食上来，恐怕没那么容易，所以我想去找他，好好的商量商量。不行，现在下山多危险呢！你要是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这不是要了杨家大娘的命吗？幺娘，你跟我说老实话，我娘的病到底怎么样？春兰，你也知道，自从你爹去世以后，杨家大娘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。现在有封山，盐粮都不进的，把她身体底子都给掏空了。再加上为你和夏荷的事揪着心，我实在是怕她会……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出事的。你还是要去？幺娘，咱有了粮食，才能跟国军耗下去。再说了，咱不就有时间说服夏荷了吗？好吧，你要去也行，但不得自己一个人去，多带几个人手。人多反倒危险。幺娘您放心，这节路我熟，不到天亮我准能回来。我就知道拦不住你。给，这个是昏睡粉，人一吸入以后就会昏睡过去。大家饿得睡不着的时候，我都会给一点。幺娘，我娘还有帽娃，就拜托你了。嗯。哎，春兰，你跟冉掌柜……娘娘你放心，我春兰绝不会干出格的事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放心吧，我走了，早点睡啊。杨特别爷，团长这是怎么了？团长接到信，信上说他的黄埔老师打日本人时牺牲了，他给上面发报，要求出兵打日本。那师部回电了吗？回了。匪患一日不清，后方一日不宁，出兵抗日之事
容后再议。剿匪，剿匪！好，我就交给他们看。来，传令下去，全体集合上山剿匪，把那些机关炮、迫击炮都给我抬出来！我就不相信拿不下一个双花寨。是，团长，你真的要炮轰双花寨吗？我没时间再跟他们耗下去了。既然他们不吃软的，我就给他们来硬的。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？大敌当前，我不能再有丝毫犹豫了。团长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去通知啊！是。等等，团长，算我拜托你，再给我一天时间。一天以后，我绝对以军令为准，绝不托辞。好吧，我就再给你一天时间。要有什么该办的，赶紧的。是。你怎么下来了？有没有人发现你啊？没有。那个春兰，你饿了吧？我就给你弄点吃的。我不饿，我找你有事商量。那坐下来说。来，来来，坐坐坐。先喝口水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天放哥，这封山已经两个多月了。山上基本上是弹尽粮绝，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，恐怕双花寨就保不住了。我知道这件事儿，我也一直很担心。我之前跟文家大管家送了好几次，可都被拦了回来。春兰，你这次是一个人来的吗？人多目标太大，我自己来的。那也没法往上背粮啊。我这次不是背粮来了，再说了，我一个人能背多少粮啊？天放哥，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俩在逃走的时候走过一截断崖？我记得。那你是打算从那儿运上去？我也是这两天才想起来的。白天我已经去看过了，那儿没有守军，只是那断崖上没有落脚处，不知道能不能往上运东西。我觉得行，落脚处不是问题，我们往上垫两铁钉子不就行了吗？你的意思是可以往上运？肯定行。这样，我明天去文家，尽快把粮也送上去。要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可太好了。谢谢你，天放哥，你这给我们解决大问题了。看你谢啥呀？只要能帮上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春兰，你快躲起来，我先去看看是谁。哦。这边吗？啊，这边。夏荷，你来干什么？天放哥，我有事跟你说，我能进去吗？好，进来吧。夏荷，怎么了？天放哥，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来求你的。海教官说过两天要炮轰双花寨。什么？炮轰双花寨？我拦不住的，我求你帮帮我，求你劝我娘下山。双花寨一直不肯接受招降，
我们也只能想出这个办法了。天放哥，我娘她一定会听你的，我求求你帮帮我吧。夏荷，就算我把师母劝下来又能怎么样？其他人怎么办？那上面有好多的老人和孩子，茂娃怎么办？夏荷，我觉得你现在得冷静，这事不能这么办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是军人，军命难违，我对他们是劝也劝了，我好话都说尽了，他们就是软硬不吃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夏荷，我觉得你对他们有误解，双花这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天放哥，你就说你帮不帮我吧。不是夏荷，这件事情不是帮不帮你的问题，这件事压根你就不能这么办。这么说你是不愿意帮我了？为什么你们都向着杨春兰？他到底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药，让你们这么一个一个死心塌地的都向着他？违逆政府就是死路一条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他们好，你知道吗？杨春兰，杨春兰，你们心心念念的杨春兰其实是个自私透顶的人，他害死了爹，害了你，害了孝义，他害了这么多人，为什么你们还要这么向着他？为什么？杨夏荷，春兰，你夏荷，也许你说的没错，我是个自私自利的人，可是这一次害了娘和大家的不是我，而是你。夏荷，你好，好啊，天放哥，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跟他毫无牵扯吗？杨春兰，我真没想到你会亲自送上门来，你今天要是肯跟我走，双花斋也许会逃过这一劫，你要是敢反抗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夏荷，我要是怕的话，我就不出来了。你就那么想杀死我吗？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即便你杀了我，双花斋也不会投降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夏荷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她可是你姐姐。天放哥，你让开，她是土匪。天放哥，让开！春兰，快走！天放哥，走啊！你别拦着我，天放哥，让开！要打你就打我。天放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每一次都站在他那边？放手吧，他已经走了。明天起，你留守团部，不用去阵地了。麻利点，抓紧时间，这炮往前架，另外一挺放在那个角落，赶紧的，快，大炮往前，哎呀，这什么炮这么
哎呦，！带着他们留在我的队伍后面配合堵截，以免有漏网之鱼。是，快点！你不是我的兵，不用敬礼。敬礼挺好玩的。好，好了，别打了。哎，这边也好了，你带的，这边也好了。这是咱们寨子最薄弱的地方，海军官一定不会放过这里的。当家的，我回来了。水鱼儿，看到什么吗？他们带来一个好怪的东西，我都没见过。水鱼儿，你再说一遍，你看到国军搬来什么样的怪东西？大概这么长，铁桶，碗口粗的铁桶，都杵在地上。秀秀，你还记不记得海教官教过我们，搞不好是迫击炮跟机关炮。对，我想也是这个。天哪，真没想到国军竟然拿这种武器来对付我们。当家的，那大炮咱都见过，早些年杆子营那些老辈们给咱们留在山顶上那些大炮，虽然都锈了烂了，但是也不像水鱼儿说的那么点儿啊。哎呦，连当家的和秀秀都没见过，你要认得了，那还叫新武器吗？妖婆子，我不知道才问当家的呢。行了，别争了。别看他长得小，他威力可大呢。他能打山丘，还有堡垒，掩护后面的人。我就跟你们这么形容吧，如果咱把寨门给关上，咱躲到石头后面去，这炮弹呀照样能打进来。啊，这机关炮就更可怕了，它射程远，威慑力极强。春兰，这要像你说的那样，那他们可是来势汹汹啊！他们不光带着这些怪东西，还增加了好多兵，离我们寨子也越来越近了。看来国军这下动真格的了，搞不好还会派所有的兵力来攻山的。天哪，他这是要我们的性命啊！哎，杨家大娘，你赶紧劝劝夏荷吧，让他别跟我们置气了。这满屋子的人都跟他沾亲带故的，何苦要我们的性命啊？三凤仙，少说两句，杨家大娘听见会难过的。看来夏荷这次真的是心变硬了，杨大娘劝也没有用。咱们空山这么久，冉掌柜都来帮忙，他倒好，还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真是造孽啊！行了，你们都别说了，夏荷她也是身不由己，她只是服从命令而已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怕什么？有我们呢。我们会保护寨子的。对，还有我们呢。当家的，你就下令吧，我带人冲上去打他们。胡闹，兵力悬殊这么大，不能打硬仗。当家的说的对，这寨子里有老有小的，要是打起仗来，我们肯定占不到优势，搞不好命都没了。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传说？小时候我爹跟我讲过，咱这八卦岭为什么叫八卦岭，不光是因为地势险峻，更重要的是因为虎帮的第一代帮主在山上开了一道生门。生门？春兰姐，什么叫生门啊？其实这生门啊，就是这土匪下山的密道。密道？这样呢，他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下去敛财，还能躲过官府的围剿。可是这可能只是个传说，要是真有的话，恐怕也只有每代的虎帮的帮主才能知道。好，就从生门这个名字，我们也要想尽办法找到他，逃出升天。对，这种地方一定又隐蔽又有机关，我去找。那万一我们要是找不到呢？这样吧，秀秀，你们两口子还有朝天椒，你们去找密道。好。哎，妖娘、水鱼儿，哎，你们组织寨里的老乡们收拾东西，准备撤离。好。
好了，剩下的人，给我准备应战。是是是。哎，当家的，那我干什么呀？你当然有事了，你去西边的断崖，冉掌柜会从那里运粮食上来的。哎呦，那你不和我一起去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思开玩笑吗？好了，我自己去就是了。行了，各自去忙吧，都小心点啊。好，啊，走吧。好。娘，您别操心，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来，把东西给我。冉大哥，小心！陈少飞，陈少飞，哎，把东西拴好。好嘞。你在哪儿啊？咱们再找找吧。这图有用吗？你这么聪明都看不懂，我就不信一个土匪还能有这本事，还研究上八卦了。哎，你说的有道理啊，我是光想着生门的事儿，怎么把这么简单的道理给忘了呀？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咱们别在这折腾了，赶紧回去备战吧。不是，你等等，我是想啊，这虎帮设逃生的地方肯定不会太麻烦，最近最快的地方肯定最好。那关于生门呢，他们肯定也不懂那些玄乎，也就是些简单的道理罢了，无非就是伪装一下洞口，迷惑一下其他人。你想到哪里了？最近最快的地方肯定就是房子的旁边，八卦的道理人人也都懂，就是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也就是说阴阳生万物。这我也知道啊，可又怎么样？我问你，什么极阴什么极阳？水极阴，火极阳。啊，你还是没讲清楚。你笨呢你！你把这些都联系到一块儿，你想想，又在房子的附近，然后又有水又有火的地方，是哪儿？哦，想到了，想到了，走，走。冉掌柜，拿着东西赶紧回去吧，啊！我替当家的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不是去找密道吗？对，我们正找呢。这儿哪有什么密道啊？哎，娘娘，
啊，这柜子你动过吗？这么沉，我哪动得了啊？舅舅，后面有缝。搬，来。哎，好。我们回来了，袁掌柜送来好多东西呢，过来帮忙来呀。好忙呀，来来来，快来。有风，是通的。啊，是通的，太好了，找到了。是啊。哎呀，水鱼儿，哎，快跟当家的说，密道找着了。哎，好嘞。娘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心里不踏实，躺也躺不住。又看你爹留下的花灯谱呢。春兰，你爹、你阿公，我们杨家几代人的心血都在这花灯谱上，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都要好好的保护它啊。我知道。您不用担心，我指定能闯过这关的。您放心，我会尽量想办法突围的。您记住了，躲在后山，千万不能出来。天放哥弄来了好多粮食呢，这回你们可以吃饱了。娘，您不用担心，他当兵的不敢伤害咱老百姓的。我相信夏荷跟海教官也不能这么做的。娘不是担心自己啊，娘是心疼你。娘知道你心里有多难受，娘知道你多疼你的妹妹。可事情弄成这样，只要娘您过得好，我就过得好。你放心，我尽量会跟夏荷讲和的。娘也心疼夏荷。你说这孩子，他指定吃了好多苦，要不他怎么心变得那么狠呢？娘多想看看你们俩小的时候一块偷看花灯谱，多想再看看你们姐俩给娘捂个狮子。娘，咱不难受，我答应你，等回头咱们回来之后，我陪您下山。咱们去看夏荷，我们姐俩一块给您唱花灯戏啊。娘不难受啊，娘每天看着你笑，娘心里就踏实。当家的，生门找到了，真的啊。哎，回来了，东西送上去了吗？送上去了，不过现在有个更要紧的事情，就是不能让当兵的开火。一旦开了火，这双花寨可就完了。这我知道，可是我们也没别的办法。反正我把人都组织好了，实在不行就硬冲上去，拼死也要把大少奶奶给保护好。先别冲动，你的家丁再英勇，也比不了当兵的。最后结果肯定是损失惨重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是啊，冉大哥，你说怎么办？我们都听你的。金枪架起来，是，子弹全部拿出来，是，对，扶正，是，还有这边，是，来，团长，团长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不让你上阵地来吗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有没有人下山？看见我娘了吗？山上现在还没有动静，看样子他们不想投降。干什么？上山，那个人是我娘，我不可能不管。别冲动，夏荷。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应该就是坚守自己的立场。山上现在的情况不明了，你这样贸然上去，谁也没有办法保证会发生什么。不错，山上有你母亲，你姐还是我最好朋友校里的遗孀，我还做过她的教官，
跟他们对象我也很痛心，但是我给过他机会，到现在一点成效都没有。这个时候我们千万急不得，一定要沉着冷静。团长，这些我都知道，我都知道，但是抱歉了。来人呐，到，把特派员给我带下山，别让他再来阵地。是。团长，我求你，我请你，放我娘一条活路。带走。杨特派员，请吧。千万别伤到我娘。通信兵到，向山上喊话，就说我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，按他们的规矩，一炷香的时间，只要杨春兰认罪投降，接受招安，我保证他们平安无事。是。这边，快，快点，快跟上，啊，快跟上，这边，来，慢点，先脚下啊。大家都不要着急，不要慌，跟紧了啊！好，好，都到齐了。当家的，啊，前面有黑又潮，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太危险了。我先去打个前锋看看。不用，我打头阵，其他人走中间。一会儿你看人走的差不多了，让站门口的人赶紧撤回来，你断后。嗯，哎，当心啊！放心吧，一定要听我的口令啊！嗯，好。春兰，啊，小心啊！娘，你就放心吧，春兰。咱家那花灯谱呢？放心吧，我背着呢。还是给娘吧，你打仗带着不方便。哦，行，跟上，慢点，走走，快走！山下的人，你们都听好了，限你们一炷香的时间，投降者活，抵抗者死。山下的人，你们都听好了。限你们一炷香时间，投降者活，抵抗者死。山下的人，你们都听好了。限你们一炷香时间，投降者活，抵抗者死。好，双花寨结束难逃。今日就是那帮女匪的死期。你继续去打听，有什么情况马上禀报。是。还不死！快点，都跟上来啊！啊，快点，小心，小心点！来，小心啊！朝天江，都到齐了吗？到齐了，都到齐了，太好了！咱们这是在哪儿啊？你不知道，老白，这儿就是县天，难怪虎帮会把出口建在这儿，这么难找，估计不会有人来的。太好了，这儿的地势对我们有利，现在啊，是我们反击的好时候了。我们好不容易出来了，干嘛不逃走？难道还要打？这会儿下山能逃过一时，到时候他们还得追缴。我倒是觉得，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，跟他们谈判，让他们退让。这个时机啊，只能靠打。那你说，咱们怎么打？幺娘，哎。您跟我娘带着孩子和老人们躲到一线天去，一定不要出来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好，走。是。其余的人带上武器，跟我走。好好，上上上。走。慢点，来，把手给我。快点，小心啊！快点，注意安全。那里面的人，你们都听好了，限时一炷香，投降者活，抵抗者死。报告团长，山上没有反应啊。我有话跟你说，你们先回去吧。是。夏荷，我问你，
你们是不是真的要攻打双花寨？是。为什么？你们怎么能这样？天放哥，都到现在了，你还想来说服我吗？造成今天这个局面，难道你就没有错吗？如果那天你让我抓住杨春兰，如果那天晚上我不拦着你，你就铸成大错了。春兰是你姐姐，你要是伤害她，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那你让我怎么做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以为我不担心五娘，不担心大家吗？可这一切是我的错吗？这一切都是她杨春兰的错。行行行，先别说了，刀剑无眼，明白吗？你们海团长不也说要抗日吗？那山上是谁啊？那山上非但不是日本人，反而是咱们的亲人。我觉得咱们现在去找他肯定来得及，劝他一下吧。来不及了，军令如山，你知不知道？不，我觉得海定远他是个讲道理的人。夏荷，你好好想一想，如果山上的人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说你对得起谁呀？我要对得起谁？你们都要对得起杨春兰，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我觉得现在不是耍小孩子脾气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冷静的好好的想一想？你让我想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想想。你，冉南哥，来不及了，别再耽误时间了，走吧。好，咱们走。全体都有！弟兄们，你们就在这儿好好打，打的时候别往上冲啊！我去看看怎么回事。怎么回事？海团长，怎么还不开炮啊？你应该把炮轰这么一炸，双花寨那帮女匪肯定都给炸光了，咱们就可以收兵了。到底是你的团还是我的团？轮到你在这里给我下命令。海团长，我不是这意思。闪一边去！哎，闪一边，闪一边。杨家大娘，你醒了。哎，幺娘，这都半天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春兰他们不会有事儿吧？杨家大娘，你就别担心了，这枪声没响起来呀，就说明没打起来，这是好事儿。你现在呀，主要就是好好休息，等着春兰他们回来啊。我能不担心吗？我放心不下春兰，我也放心不下夏荷。别想太多了，他们一会儿就回来了啊。他们都是我身上掉下来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心里难受，我难受。别急，别急。我出不了气。杨家大娘，跟我说的做啊。先吸气，来，吸气，先吸气，大口的吸气。别急啊，快点，别急，水，快拿水来，快拿水来，别急啊，来，慢慢喘气，吸气，杨家大娘，吸气，来，杨家大娘。杨船长，隐蔽！怎么回事？注意隐蔽！那边不是你的人吧？可能是枪走火了。你们把枪弄好了，没看我的拳头吗？差点他俩打死我！不对，是双花寨的人。后面有人！啊，有人偷袭！这该怎么办？拿炮轰吧！炮轰！现在情况乱成一团，怎么炮轰啊？你赶紧跟你的弟兄们讲，找地方隐蔽，千万不要乱。哎，快趴下，快趴下！海团长，这个双花寨这个杨春兰太狡猾了，他不知道从哪跑出来，他绕到咱们后边和侧面去了。你看，杨春兰，双花寨的都给我听好了，不要再装神弄鬼了，早点出来接受招安，别让大家白白流血。当家的，
他们还想让我们招安，咱们不能同意，大不了跟他们拼了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不能打。为什么？春兰姐，咱们都把他们包围住了，咱们赢了只是暂时的，我们双方兵力悬殊，如果真打起来，咱们双花寨的弱点就被看出来了，反而会更危险。现在当兵的正措手不及，摸不清楚情况，这是我们谈判的好机会。喜儿，把我们之前准备的纸条射出去。杨春兰想跟我阵前谈判。